看我们老师傅又去抓鱼了，这一天玩的不亦乐乎啊，上午钓鱼下午抓鱼啊。哎呀，那咱也干点啥吧啊，我把那个投影拿来弄弄，看看白天投影看不看得着，然后再把那个音箱连一下，麦克风弄一下，今天晚上就可以唱歌了呀，对不对？我玩我的。亚丹，把那投影给我一下，在我前面那块，还有那充电宝。哎，咱们这玩意儿这投影省电，所以说外出旅行啊，这小投影挺给力的。这样不太适合它用，是你这儿的，没整明白。没用吧，凑合凑合用啊。开机，好、哦、亮了吧？怎么还有个梯形呢？不自动调节吗？不说说好的自动调节哪去了？精准一点。哎，好嘞。这投影白天也可以用的，就是小一点，你把它弄小一点就好了。到晚上就可以很大了哈、哦，晚上远一点，白天近一点，一样用。今天我们老师傅的收获，这还活着呢。这老师傅每次啊弄回鱼来还得上秤腰腰，990，差10克2斤。哎呀，弄点茶叶，今天喝这个茶吧啊。弄点茶叶，到这个杯里头，小碗里。好、哦，给你来这点。添水就添炸了。先开水不会的。吃不？烤点吃不？烤两个。烤两个枣吃。哎呀。哇，这个枣一烤就香哈、啊！你看，这下里就开了。烧大枣好。给你放个冰糖。快吃吧，都给你吃，你要吃再你烤一个。这两块小冰糖，那就好喝了。我开了，你那开了，咕嘟咕嘟冒泡了。我这怎么这么慢呢？这罐大。你那是贪吃贪睡不可教育。老头的词儿呢？这是老爸爱看的电视，叫啥了？恋恋什么了？恋恋不忘。对，恋恋不忘。他告诉我，让我查恋恋。我说哪有电视名叫恋恋呢？他就记了俩字儿。结果我一查是恋恋不忘。哎，开了，你看，咕嘟咕嘟的，颜色都出来了，多好。哎呀，来吧，哇，这茶色出来了吧？上去，继续。冬天啊、哦，在这个帐篷里有这么一个罐罐茶，炭烤的，特别温暖，特别舒服。提醒大家啊，就是不要在密闭的空间用这个炭烤茶，这就等于那个自杀一样，你知道吧？会中毒的啊，一氧化碳中毒，所以这个还是很危险的，大家注意一下。但是这我们这个帐篷四处漏风，所以应该不存在这种问题啊。南方的房子里面都没事儿。嗯。它没有棚顶，直接都是瓦，受气的。那透行，万一不透就不行，不通风就不行。看看，我们开始烤核桃了。我妈说这个房暖和是吧？嗯，这里比你车里暖和吧？你车里不开暖风不行，我这个得盯你3000-4000瓦的那个电炉的热量。嗯，以后再弄点，以后天天就弄炭。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烤一盆炭，天天做完饭的时候一盆往这一放。玩儿呗。哎，今天我们准备吃火锅，看着电视，喝着罐罐茶，然后这边喝着吃着火锅。我老爸说今天要吃宵夜，我难得他会说吃宵夜，一般每天都是我宵夜一个人，他们都不吃，难得今天我老爸说吃宵夜，弄个酸菜鸳鸯锅。你那酒太烈了，我怕。哎呀，你给你一口，你尝尝。你看，别喝起来没完，行行，哎。挺好喝，还凑合喝。我这冰糖酒，冰糖酒的少点水果味儿啊。好，得兑点啥呢？来来，你少倒啊。兑点那个。哎，我得兑点小李子汁。我得调点鸡尾酒。哎，咱们调酒师，那喝酒，咱们现在就上流社会了，喝酒不得带点色儿？没色儿，自己搁点酱油兑一兑。哎，你看看，是不是啊？加点色儿，一下就那什么了。快来吃吧，同志们！讲究啊，这小屋暖和死了。坐好嘞，咱们开吃嘞！老师，你把那冰箱往里边拿。你那冰箱往那边挪挪，你往那边。冰箱还占个地儿。妈，这还有地儿呢！哎，妈，还有腐乳呢。有，这是腐乳啊。妈，老讲究了。臭豆腐。这屋搁臭豆腐、啊。腐乳臭豆腐。哎，爹，他们说那个上面烤臭豆腐好吃，你试试。这一烤，这屋不能待人了。有那芝麻倒没倒呢？赶紧倒了，到了，回头咱炸芝麻油，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芝麻酱，剩底儿的芝麻酱，上面飘了个芝麻油。我洗点那个菜，那个水太冷了。水冷就是。嗯。
买个啥？买个水龙头。那个我还没浇冷，咱们有啊。有装上了呀，那装上多暖和，早天冷。哦，就那个电加热的水龙头。嗯，可好用了。你不吃那玩意儿吗？啥？你不吃啊？蜘蛛啊。蜘蛛。啊，魔芋蜘蛛。好吃。那粉条。这不是粉条吗？我看不明白。放哪吃啊？放这里了。这鱼可真新鲜的啊！它不跟刚才能熟吗？就靠这嘎达硬嘟的，这地瓜、芋头都不带熟的。